等下一个没进来。What is the dark, they ask? What is its nature? Why don't they ask the same of the light? Go! 太快了，我要换那个门口，我要换傀儡规格。哦，带傀儡规格会好一点。会痛，应该带傀儡屏障。会痛蛮多的。Heaven or hell?好了，你的框框会有那个黑色的，你大家注意看。有看到？不行，我还是打不动。黑黑的，这样子我怎么？这样我怎么敲它、啊？你看到吗？你画安娜，你来到这里，来这里。啊？你来这里，你会不会觉得它，你的那个框框变白了？哎呀，对，这就是说，当你在哪一个地方？按击杀的时候会掉暗的三角块，光击杀的时候会掉光的三角块。哦，打我、啊？对对对，这是他的机制。他们吃满要几？总共几次啊？五颗，五颗。都五颗就满了。对，总要打两次。哇操，有够强！啊，怕我被玩到手分，这样就过了。你就是。对应说看哪个方向这样。这样第一关就解了。对，还没。他是前置。他应该就是说体验啊，体验一下，让你知道一下游戏机制。游戏机制。然后后期也是这样就对了。对，这个就是贯通整个游戏的，贯通整个这一个的机制啊。这才是第一关，对。哦。那你现在看哦，我们只要每现在总共有四个嘛，这里有一颗，好的，我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暗的暗的，它被剪下。这边有三个暗，我按满了。等一下按哪一颗？左键。哦，射击。左键。我没爆到，要飞。要光的，要光的。哎、欸，还有暗的要放吗？干没了。没有，剩一个光，直接把它炸掉。我回一下血，帮我打个光。有在打。光掉了。好、哦，有了。我回一下血。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持续到它死掉为止吗？哎、欸，对。哦，懂意思了。真的，一样就是重复了。我叠成。可不可以波带走啊？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干，好痛哦！哈哈哈！我毕业。干，用砍的，好痛哦！我发现左右连拳清怪超快。干，爆砍一波！只要有回到血就超快、欸。我拿到新的狙击枪了，可以广卡。然后下一关也可以拍啊！下一关带你去找隐藏宝箱。嗯，有隐藏宝箱，走了。哦，赶快擦一擦，好好呗。我没事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这边会有这个，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理它，目前看。地图感觉蛮大的。很大。很宽啊，不能说。要去找有突然的地方，那个就是开始触发的傀儡荒野啊，看到没？前面有傀儡荒野。看到。哎、欸，这个宝箱，这个宝箱。先不要触发。这是。宝箱在这边。我看那个暗裂有显示。这。哦，不是暗裂显示，这个东西会这个。小心打那只怪。Okay.怎么用一样的枪啊？我要拿到他会拿一样的，他会拿一样的哦。只要你第一阶段没有变，那他就是都拿一样的。有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可能下一阶段哎换枪了，那他就会
他的下一阶段隐藏宝箱，就是你下一第二关的那个。东西都可以重复拿两次了，要。对。然后是看数值这样。这也是缺点啊，我觉得。有好有坏。然后有狙击手。他那个死掉的飞弹快把我弄死。啊，很痛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我们光等比较高，那应该有机会打、那個。应该有机会打下一关、啊。对。就一样好用啊，我知道。他这一关就是一直找这个黄衣，就对。对。过渡期啊。然后加就哦。哎，刚刚你骂我谁？这里有限制重生，这里有限制重生。打了打了。我没特弹。哦，你想一想，找出来的。对。咖啡。哎，谁？奥利咖啡，那我都门开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第二关，是前置啊？对啊，这不是啊，这就是路上啊，往第二关的路上啊。欸、你知道是哪个门吗？这个、啊，就这个门。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太像吧，没有亮啊，那要亮才能进去。没亮哎、欸，亮那就不是这个，那就是沒。那早有亮，早有亮。总共两个门吧，应该在对面。这里啊，没有，只有两个门。哦，所以应该在刚刚那扇门对面。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走着。哦，看到了。敢来这里开车越野应该蛮爽。哇，好科幻哦，漂亮哦！小心不要飞过头。到门口就好，到门口就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。那个这一关的话，剧情交给你。啊，你等一下看哦，就是四个，总共有四个方向。啊。方向的话，就是托兰德会在一个位置上面。那对，假设是在我这个头上好，那你看到下面这个，就是现在这个站这个盘啊，就会发白色或者是黑色的光。这一个，嗯，对，对，那我们就要去吃看这里是白色出白色的还是出黑色的，我们就想办法打到那一些黑色或白色生角块，然后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就会传送到这一个平台。然后他整个房间会倒过来就对了。黑白色的白色的，我看到了，对到了。狙手要轻哦，重点是狙手。哇，我狙手要狙三枪才可以死。好啊，换了，来中间，来中间，来中间。我在打小，是被打死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可以救你，可以救你。我可以救你就还好。我们要先上去其中一个台。哦，现在看不到颜色就对，人不乱摸。对。有黑有黑有黑。哎，前面前面前。没事没事。在这里啊！走，快！这几排，啊，现在看得到吗？白色，头上狙击手，帮我看。
没有中弹。有小怪，有小怪。好，这边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啊。看那绿判先踩我，看路边，小心。过啦，妈的，碎啦！我以为他的血会很厚，还会很难嘞、欸。对，我以为，哎、欸，我拿到手面空间一把刀，拿到新的手哦，1047。哦，这里啊，白痴哦。哈哈哈哈没看到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够不明显的，妈每个空间长得都超像的，妈像皮点。哦，好亮，好亮，好亮！哎、我的车，我的车，干，好恶心的跳车！这跳车，好出来了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，一路跟着他走，怪不用急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，好，车要爆就直接换哦，前面，够够，好未来感哦，好帅哦！那等一下就是会有一个，就是预告片里面的那个织布层。那织布层的部分，它你要自己去跟，就应该开出去。OK， 你要去自己去跟的这个面向去走。那你自己要换道，要不然会死掉。一样是限制重生，然后会有狙击手。刚刚怎么起？要怎么开啊？还是用跳的？对，就是你可以自己用走路，就是走路去看说你走这一条对不对，或者是你这样子，你现在这样子往前看，然后就一路要往下，然后一直到其中一个方块里面。啊，中间的中间那些有要干嘛吗？没干嘛，没有，就是装饰品。好帅哦！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哎、欸。哎，这才是我觉得用心做游戏的感觉。哎、啊，我傻小子，真的有内容啊！真的，下去了，再见哥。哦 ，what the fuck！ 那边有一堆小怪在那边乱飞，乱飞。那个，那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飞进去的、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他会一直跑进去啊。大小，哪里在哪里？你是说那个宝箱哪？在下面，宝在前面这个三角。那怎么上去？其实我们下来就上不去了、哦，上不去了、啊，上不去。哇，完蛋了，上不去了。啊，用开车看会不会开上去？开车跑不上去，太斜。开车确定跑不上去。哦，干老师，我儿子被吸走了。好，来一起吸走了。好，下去。这个小怪一起被吸进来。哎、欸，我到了。为什么我到了飞不上去啊？我从那边跳过来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飞走了。我开始快去。傻小，你们看得到我吗？我的画面吗？我、哦、看得到，为什么在这边？歪回得去吗？欸、可以，这边下来的对面。不行，我们下不去了。好小，超多！我刚重生哎，这样对吗？然后上面会有 OK 哦。别闹啊，哥哥们，他一直冲过来。打红剑的小傀儡兵。哦，这个很有未来感。然后接着就是，等一下的话，就是你会看到总共有三个方向的。
前带傀儡规格。来，你看这边总共有三个方向的门，那就是两一暗两白。那总共会有三个王的幻影，那就是三只王的幻影都要打，就是你去塞球塞三角块以后，幻影就都会打掉。你是我去的、啊，咖啡感觉要死了，一米米，差一点。你有了吗？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欧哥。靠背，然后中间就是集合点。我先拉一下。我哥要打死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沉下去。我也带刀哎、欸，完蛋。叔叔了，这样就是叔叔啊。就是他所谓的嘴巴，就对了。就这个嘴巴。分散开来。然后就是这个狙击手要把他打掉。哎，直接给他硬拼哎、欸。哦，好还行啊，我可以扛住他一发伤害，我就够了。我帮你们清点一下。老子快点死掉。但我血不是满的啊！刚好救到我。哎、欸，然后这样子就是一轮，然后再去上面的那个平台，然后再重新在前面的部分就再打一次。那总共打几、哦、能打几轮我不知道，就是这样子又回来，然后马上就要清再清怪。哦，有点呛，有点呛。注意哦，自己要注意哦。白色的，一个白，一个白。我、哦、干，我死了，王吉我，王吉我。我满的，我洗都满。我来万次。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那一个直接贴脸、啊，那个咬真的是操你妈！没事。我操！狙击手，我狙击手，狙击手。呜呼！嗯，屁啦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我来了，我已经洗好整个闪那个手榴弹，然后丢回压迫。赶快往前！他要死了！哎、欸，靠背狙击手，狙击手，我来拉，我来拉，你继续。他残血，他残血，他残血。下去啦，干！爱神啊！哦，干，好累啊！哎、欸，可以了，我拿到过了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战争结束了。哦，莫名其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拿到一颗螺丝散弹枪，我也是，而且我还拿到一只脚，我拿到一只手，我也拿到一只脚。哦，干，这个手好帅哦！你看这个手，呜。碎啦，伙伴！散弹枪有全口径，就是它变成是一把新的了，你懂吗？我知道，他说我知道，可是散弹枪有全口径。有啊，欸、我 bug 开始给我瞬移，我看真的，真的开始把他弄瞬移了。我在玩，大小，来你们看我。我不知道他不在中间是，哎、欸、没有，哎、欸、呦、欸欸欸欸欸，我一直被他顺。哎、欸，干真的？啊，我一直顺你啊。你闹哎、欸！可以啊，不错啊，这是最后的截个图，快快快，我们先站一起，站一起，剩五秒。我觉得太迟。啊，截截截。